严丽婷时常分享与儿子的日常生活，翻摄自严丽婷脸书娱乐频道综合报道。女星严丽婷与篮球员老公婚后育有一子 Wilson， 经历千辛万苦后，在今年怀了二宝，目前怀孕五个月。她时常在脸书与网友分享一家人的日常， Wilson 嘴甜又贴心的个性深受粉丝喜爱。日前她分享了作为妈妈的教育观想法，让网友相当认同。严丽婷分享育儿术，翻摄自严丽婷脸书。严丽婷日前在脸书表示， Wilson 每次耍脾气时，他都会警惕自己要冷静处理，因为若跟儿子一样处于愤怒的状态，儿子就不能接收到该有的情绪。过去脾气较为暴躁的严丽婷也惊觉当了妈妈后会在无形中既温柔又有耐心，认为妈妈真的很伟大，笑说为了儿子自己是史上X 最高，更开玩笑说换做几年前，换做别人早就。结论是清纯的无误，但也透露虽然努力讲话温柔，不过会在心里大翻白眼。育儿方式得到许多妈妈回应，表示教育真的是一门学问，时常理智线断掉，跟小孩都是要斗智啦。严丽婷与儿子感情相当好，翻摄自严丽婷脸书。